当 Z 九时隔两年半后再次 solo， 没想到竟被猫岛拿捏。兄弟们，事情是这样的，今天呢也是决定和咱们的猫岛先生来一把友谊 solo。说实话呢，咱们确实有很久没打 solo 了，不过咱们气势不能怂，好吧，直接给他拉进来。请问你是谁呀？不是，刚同意就给我忘记了，我是 Z 一八先生呀。好，那么好，今天跟 Z 九进行一场友谊单挑，直接开了。不是，我太久没打了，再打一把呗。好了，再来一把。Got it! Got it! 对了，猫岛，你会打 Q 三三吗 ？Q 三三，我无敌呀 ！Q 三三，那来吧，咱俩整一把 Q 三三呗。哎呀，好嘞 ，Q 三三无敌。那么好，这里呢，咱们也是开始了第三把，好吧？前面两把呢，用的是卢卡斯，第三把呢，就来看一下这个 Q 三三的准度啊。那么好，这一把到底谁赢谁输呢？就让我来给你们慢慢揭晓，好吧？那么好，接下来为了视频的真实性，我们将全程录制，希望大家能耐心观看。
么好阵营呢，咱们也是成功错过了胜利哦，也是可以看出猫岛还是很强的好吧？极限了！